南无毗卢遮那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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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刚刚在这个楼梯口呢，那有一个师姐啊，拉了一大堆的书啊，她用那个买菜的那个菜篮子啊，里面都是书啊，一大堆，那就提得很重啊，她这个阶梯也都拉不起来。我就帮他一把拉起来了，他说：“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然后旁边有个男众啊，我已经离开了嘛，帮他拉起来，我就离开。哎，那个是李群法师吗？我不认识他，哎，他认识我啊。就是我要讲这个事情，是昨天晚上有一个师姐，她去短期出家，啊，头发理得跟我一样光了哈，哎，然后呢，这个柜台的师姐，哦，她好有勇气啊，可嘉。哎，头发就把它理光了。我说，理光就一个造型而已啊，什么关系啊？他说，哇，不简单。所以我们都会自己设定，不简单、不容易、很困难、业障深重，什么什么都是负面的词汇。我说，理光了，你不喜欢，或是几个月之后它又长起来。像我们是每个礼拜要理头发啊，那个有的用那个刮胡刀的或什么，他们可能理得比较贴人，那么他们就十天理一次。那这是，短期出家，他就是一个奉献在宗教一个信仰当中，好，那就干脆从头到尾通通一样。一般短期出家男众是要理光头，女众没有特别要求了，啊，那个师姐就，就把他理了，然后呢，他就在这个电梯里面，我们一起坐电梯，他就说，师父如何哦培养福报，哦，那福报很简单，因为。我们这样三个，这个柜台的师姐，我还有那个短期出家，这个他的前面有一个师姐捧了三四张的矮凳子，我说你帮他拿，这个就是赔福报啊！啊，对哈，哦，啊师姐你一张椅子一张给我拿，啊那个叠在一起，在电梯里要拔也不好拔，我就把我手上一个字啊，我这个给你拿了，哦，那你就要拿到东西，你是赔福报。其实赔福报很容易啊，你坐电梯，你按着，让人家都先出去，你最后出去，对不对？可能三十秒不到一分钟，这三十秒也是可以培养福报。好，我们都急啊，都让我先出去，你们急什么？都要让我先出去，好，放轻松，这样子在无形当中都是不用花钱的，好，那个种福田，所以是你只要有心了，都有办法，好，那这个。开场一下啊，这个天台宗，啊，今天讲到天台宗，那天台呢也是在修行上啊，像华严、天台，这个都是大的宗派，啊，还有我们现在比较普遍的是禅宗啊、净土宗，这个是目前在我们这里边比较普遍的。那天台华严呢，就比较大的宗派，相对的，它一些理论逻辑也比较多啊。啊，我之前在电视讲这个课程啊，也有讲到八宗纲要，后来发现，他这个笔记也弄得整理得蛮精简的啊，所以尽量我们就会比对一下啊，精简的，然后让大家做个了解，大概了解就好了啊，因为他都是这边的教科书都用文字堆叠在那边啊，可能大家会比较辛苦一点。还有呢。我们在讲这个修行，啊，从十法界来讲，尤其这个华严讲啊，四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天台也讲这个是十如是啊，啊，都是一种大格局的大开大放大格局，啊，尤其在唐朝的时候，华严呢、天台啊，都是非常的兴盛。所以今天就把这个大菜呢给大家呢品尝品尝，好，讲到五五一，啊，
教科书无异。八教，好，这个我们回到五四九瞄一下啊。五四九页就是讲这个持宗的教判，啊，那么持宗呢，依华严三照，啊，涅槃无畏法华性品的文章啊来做了解，啊，那这个华严的三照就是先照高山，哎，然后呢再照幽谷，再照平地，啊，这个是华严经的开始，来。讲这个佛陀的讲经说法是有这样，所以到平地呢，所以一切众生呢，高山就是说立根的人啊，站在高处高立根的人啊，那那个幽谷呢，就是说他可能就比较避暑，然后躲着你比较看不到，但是佛陀的法就好像光一样，不管你躲在哪边，你都可以承受他的啊热，承受他的光。那平地呢，就一般的众生啊，那一定都是可以啊普照得到，啊，那就把这个第一行下面判释迦如来一代的教法为五十，好，这个是天台的判法，更以八教来分别五十说法的仪式跟内容。那么五十就是说以三个华严三照嘛，啊，来判这个五十。啊，那华严时、方等时、般若时，啊，法华涅槃时，啊，这个是一个对比啦，啊，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看法，啊，那之前我们有在五四九的第五行下面，第一是华严时，啊，那倒数第二行，第四行二阿含时。啊，倒数第一行方等时啊，然后这个550页第三行下面就般若时啊，第六行五华华涅槃时，好，那就是说前面好，我们看这个第一行顺着念，经过前面四时啊，以又以淘弹劾淘汰顿根小鸡啊，那个小鼻子小眼的。没办法了解这个华华大法啊，所以说前面呢把它淘汰啊，这个就好像以前呢，啊，在这个有那个种米苔啊啊网状的那个竹子，然后就苔把那些杂质啊苔掉啊，或是一些比较小根器的把它苔掉啊，我们就留下这个大根器的啊，来好好的教化它啊，所以这个。五十呢，啊，就是慢慢成熟啊，就像今年这个气候太热了嘛，啊，水果就熟成的不大好啊，所以有的没有熟成，有的是早就掉下来的啊，有的呢长得不是很好，因为气候的关系太热，好，然后再来一个台风又打下来一些啊，那这个也就是说啊，这些不堪成长的这个果实啊，它就经过。台风啦，日照啦，它自然就淘汰了。那五法华涅槃时，也就是把这些小根器、小叶啊，不是很好的这个成品呢，啊，就把它啊淘汰掉。那么551页啊，第一行法华慧尽，无三唯一圆教，啊，涅槃最后堂禅，啊，四教。并知原理，具是无上的提伏妙法啊。那这个提伏妙法呢，就是讲到啊，这个佛陀啊的说法，就像提伏味一样啊，最殊胜、最高等、最好喝啊。因为这个也有把它做一个比喻啊，这个五十就好像牛奶啊啊，然后慢慢提炼啊，最高等的就叫提伏。所以我们在成语上有醍醐灌顶啊，最好吃者名为，大家喝过没有？好像也没有，顶多吃到气死而已啊。所以要吃到这个醍醐，可能要一个因缘呐。好，那么551页的第一段的倒数第四行啊，
啊，富有跟守众生，佛即为其开权显示。好，所以到了最后，哎，就像各位啊，上课上到现在，就是跟守的众生，哎，有的是来看一看啦，看热闹啦，有的人可能有其他的目的啦，目的没达到，就 say goodbye 啦，哦，没关系，我们也祝福他。好，啊，你真的要学，好，就像昨天有一位，另外一个班级。 他那个课程，他说他听了好几次，他听了好几次，他昨天听懂什么叫逆转十二因缘。我们这十二因缘：无名、缘行、行缘事、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因缘，那逆修就是说要放下我执、贪爱，然后呢，破除你的无名可无始以来无名的，就像野子壳那样的印。 那你放下我执之后，我执，我们的执着就像那个野子壳一样坚固。我执很不容易放下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我的成功、我的事业、我的名气，对不对？我叫释理行，你不认识，哎，就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我执，你把我执去掉，才能够证阿罗汉。所以修行是有位阶的。那你我执去掉，你才能证阿罗汉；你去掉烦恼，你才能够证菩萨位。 你正要习气，把习气去掉，你才能够成佛，所以没有很困难，都是这样，我执卡在那边，然后这样动弹不得，所以还在六道轮回嘛，四圣地，都是我执在作怪，这个作一作怪呢，就让你这样动弹不得。 一直卡在那边，只能在那边六道轮回，一直轮回。那你能够把我执放下？我刚刚为什么在讲这个电梯的事情？因为通常人家不会让师父做什么事情啊，通常师父也不会去做那个初衷。我们这个手无缚鸡之力，对不对？<笑>所以从来不杀鸡啊，那力量真的是不大。可是你看到了，你伸手，那个是一个。 爱护众生，帮忙众生，所以你跟众生其实说，我度化很多众生，不是，是我们跟很多众生怎样分享佛法的法义，我们跟众生呢广结善缘，没有什么度化，唯有佛才能够度化众生呢。一般的人都是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一派什么什么，这一门怎样，这个团体怎样怎样，但是你要这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刚刚讲八宗十宗，一定都是要这样过关的。我执去掉，烦恼去掉，烦恼比较困难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的是心经，我的是阿含经，看谁比较厚。我们去参加那个儿童夏令营，那问那个小朋友说，最短的经是什么？我们是要跟他推广心经。他说，最短的经是三字经。 <笑>三字经也是可以，如果真的是三字经也可以，怕的是骂人的三字经。所以这个小孩子鬼灵精的。那昨天另外一个课程有放一个电影叫做《博士的恋爱算术》，算数的算，公式的事。他是一个数学博士，但是呢，他有一段不伦的爱情，然后发生车祸，所以他的记忆就停留。 8个小时，所以今天早上起来，8个小时之后，他的记忆就忘记了，然后他这个一见面都是跟人家谈数字，所以那个什么来跟他看护的都受不了。我是来打扫你的环境，弄三餐给你吃。你一直跟我讲数字，很烦啊。尤其大家也看在座有没有喜欢数学的，通常都是不要不喜欢数学、英文、理化这个都比较头痛。 我还好了，数学我还好，逻辑还好，都靠数学拉分数。好，然后呢，他终于应征了9个，之后来一个来上班了。那个来上班是因为单亲家庭，他不上班不行，所以他来上班的第一天，那个博士问他说：“你的鞋子穿几号？”24号。24号的数字，咚咚咚，就讲一串数字，他也听不懂。 然后就这样子啊，他就也很有兴趣的感觉，然后又很专心的跟他听，然后就跟他生活当中都在讲数字，他说这样子啊，
他不是敷衍了、啊，因为他把他当做小孩子，然后因为他自己也养小孩，然后他就是一个有病的一个客人嘛，哦，一个对象，所以他都笑脸对他。好，然后他说，有一天他就问那个管家嘛，哈，那个女管家，啊，你都这边煮完饭回去，啊，你回去吃什么？ 哎，他还想到，因为他当管家煮三餐给他吃，早上来弄早餐、午餐、晚餐，煮了之后才走。当然，晚盘要洗完了。他说：“我回去，哎，再煮来吃。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一定还有其他人帮你煮饭。”他说：“没有，我家里只有一个小孩。”哦，那是奶奶照顾，他又讲数字的事。他说：“没有，他就一个人待着，待到我回去。” 好，那你的小孩多大？10岁。哦，他10岁要等到7、8点，你才回去煮饭给他吃，这样不行，这样对小孩子的发育成长很不行。嗯，你下次叫他下课来这边吃饭。哦，他这个博士，因为他已经记忆剩下每天就剩下8小时记忆，啊，所以呢，他明天就忘记了。所以说，嗯。 你一定要叫他来吃饭，你不要我以为我会忘记哦。他就拿一张 member 好，然后就写这个管家有10岁的小孩，所以他隔天就可以问起他这件事情。后来那个小孩真的来，啊，那个小孩很喜欢棒球，啊，那个博士也喜欢棒球，所以他们就玩得很愉快。那请他来当看护的这个管家呢，是这个博士的嫂嫂，啊，另外一栋啊。 隔壁栋，就看他们互动的非常好，啊，那有一次，那个博士去看他们打棒球，他小孩打棒球中暑，哎，最近很热嘛，啊，所以也很多人中暑，啊，他就中暑了，他就把他照顾一个晚上，那这个嫂嫂就不高兴了，嗯，怎么可以在他那边过夜，就要把他辞掉。 那他也没办法，我过夜我是照顾病人，我也没有跟他什么事情。啊，后来呢，这个他嫂嫂带这个小叔啊去看那个人具，能力的人啊，能不能够的人啊，他们日本一种很古老的剧。啊，那个人具的时候非常的深奥的一个艺术。那他们两个并坐，那个小叔跟那个嫂嫂并坐。啊，那刚刚讲的，他们有。 一段不伦的感情嘛，啊，因为要出去做不对的事情，所以发生车祸，这个小叔就变这样，那变成嫂嫂照顾他。那这个当中的剧情都没有提到他哥哥，所以是不是他哥哥走了，所以他们才变成这一段的感情，或是怎么样就没交代？因为主要不是在讲这个，讲这个博士的那种很纯真、很慈悲的那样。那他当然。 在潜意识中，他也记得依稀记得他跟他嫂嫂这段感情，所以他们在看戏的时候，他就手去摸他嫂嫂的手，啊，他们就互相握着，可能就只于这样子了。那他的嫂嫂就体会到说，他的小叔还是爱他的。那个看护的只不过来煮饭而已，他干嘛那么神经质把人家辞掉？所以又就把他再叫回来，啊，所以他就是巩固了他自己的。 地位在他小叔心里面的地位，所以你要跟他的小朋友打棒球，那个管家要来煮饭给他吃，他就不 care。啊，所以他因为他看到那个小叔跟小孩子玩得很高兴，很纯真，啊，通常那种记忆很短暂的人，他也没有很深的一个思维范畴，啊，那这个他们的手法就是很内敛。 啊，很保守的这样的一个感情的一个发展，那主要的是说，他的内心是很纯真的啊，他都保有说，哎，他在教学生或是教那个小朋友，他都一直夸奖他，啊，哎，你这个头长得很平啊，哦，应该里面装了很多热情啊，啊，根号。 他说：“那个根号上面那个平平的，跟像你的头一样，<笑>啊，所以它可以容量容下所有的数字，希望你的心也能够容量所有的人，啊、哦，要。”
包容所有的人。哦啊，所以这个电影的开头就是有一个老师去上课，那学生说：“哎，根号来了，根号来了。”因为那个老师就是那个小朋友后来长大，哦，人家就都还取他叫根号。那他就是从小跟这个博士在一起，熏习了他很多数学上面的理念，所以他把数学不是当作一个很厌烦、很讨厌的科目。他说：“只要你把老师给我们的题目，你用情感去念它的话，你会发现答案就自然而然发出来。”他说：“哎，两双袜子，还有加上两只鸡，这样是多少钱？”啊，那你就念，哎呦，这很讨厌，什么两双袜子，两只鸡，很烦嘞，哦。但是你如果带有感情的，两双袜子，哦，你就有画面了，还有两只鸡，这样加起来是多少钱啊？然后你再去除以它的，哎，它有两个对比啊，然后就是说一双袜子是多少钱，一只鸡是多少钱，用这样数字去，哦。所以你看到东西，先不要负面的词汇说，啊，好讨厌，这我一定不会这么复杂。对不对？哎，这个是很深色的题目，所以你先不要给自己负面的词汇，啊，哦，他说你用感情去讲，那个答案呢，哎，就自然出来。好，我们讲到修行也是放轻松，放轻松才容易入定，啊，哦，然后呢，放轻松你才不会跟人家对立，放轻松你才会跟众生结缘。你不要拱着你的身份、我的地位、我的面子，我可以，我怎么可以做什么，或是我不能做什么？不能做的事情，这杀人放火不对的事情不能。那其他的，只要利益众生，什么事你都可以做。你可以扫地，你可以洗厕所，哎，都可以。哦，所以佛法不离世间法。哦，你去看这个，各个法门，哦，各个宗派，哦，修行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回到五五一这边，哎，第二段。八教就想化仪四教跟化法四教，好，那么化法四教就是一三藏教，二通教，啊，那么三是别教，啊，就简称了藏通别圆呐，好，这个是天台对于教理佛陀的教理一个分类，啊，分类，好，是怎样应众生的根基的深浅。哦，那当然原教就最后面的，哦，那我们讲那个电影就是要跟大家呼应的，就是说那个博士，数学博士，他都是热爱数字，热爱逻辑，然后热爱生命，哦，那是生活还有感情都很纯真，哦，所以他说原教呢就是很殊胜的，哦，那数学呢就是在他来讲是最美的数字，哦，他可以一讲到220啊，268，它就有很多数字的连接，啊，那今天不上数学课，所以带过就好。好，一三藏者，好，他就在讲什么？哎，经律论上，各含文理条然不同，故名呢藏教。好，他有时候，哎，这个佛陀所说的啊，藏通别圆啊，他这个是内涵了，啊，是。因为众生的不同，啊，所以会来让众生来接受。所以最开始呢，就是啊，最后一行讲四圣地啦，啊，然后讲这个小圣啦，啊，可能会提到一些菩萨啦，啊，那这些呢就是比较啊精简的。好，那522。好，在第三行哈，通教，通就是通也，好，三圣同名此教，三圣都是会通了，啊，但是也要你懂啊，你不懂也没办法，啊，好，来，倒数第五行，别教者，啊，此教独备怎样菩萨，针对菩萨说的，不共二圣人说，二圣人就声闻缘觉。这个尤其啊，这些经典，尤其是大圣的经典，天台的这个《法华经》、华严的《华严经》，那在经典里面说，这些小圣人都自我得解脱，就有为满足。他们听到这个大圣法如这样万箭穿心，佛陀在讲经说，他们照样离席耶。哎，你说
师父上课，他们离席说啊，我因为尿急，或是肚子痛，或是因为要去看医生，或是肚子饿啊，你离席。佛陀讲经的时候，他们照样离席，听不落。哎，啊，他真的听不下去，因为怎样，要自利利他，做不下去，那种坚固我执，啊。所以我们刚刚讲不要有负面的智慧，常常有人说哎呀我业障深重啦、啊、哎呀我烦恼重重啦、啊、我怎么可能成佛，或是我怎么可能修到哪里，我怎么都自己先否定。那昨天那个短期出家那个师姐就满口的赞叹啦、啊、哎呀怎样怎样怎样。这早成佛道了，广度众生了，都一直赞叹所有的人。那我就回答说一切具足了。本来就具足，六祖坛经啊，本来具足啊，而且是自信怎样，哎，都有啦，哎，只是我们爱玩哦，众生爱玩去攀岩，无名，哦啊，然后就杂七杂八的低毒西啊，看一堆，哦，现在把那个低毒西啊洗一洗，清一清就好了，哦，那这些都是我执着是低毒西啊，烦恼也是低毒西啊，习气也是低毒西，啊，你擦一擦。本质具足，所以不要妄自菲薄啊！来，别教啊。那么原教呢是最后一行，好，五五二最后一行啊。这个简单的讲，藏教就是比较偏小圣说法，通教它是通大小圣多有。啊，但是要看你的根基，你没办法接受，还是看不下去嘛。那别教就独对菩萨的，好，那圆教呢，它通通圆满，好，所以有个人去听圆觉经，在不是在我那边听，他听别的地方，他说听半天，什么叫圆觉经呢？我听不，我们先来了解什么叫圆觉经，就圆满觉悟的经典了啊，这样子啊。啊，都没有从经文中，从这个经名都没有去了解，哈、哦，那去了解内容就比较辛苦一点。好、哦、好，我们看无二最后一行，圆教者，圆以不偏为义，它通通遍照。所以刚刚讲华严三照，啊、哦，先照高山幽谷平定，它就是遍照啊、哦。啊，所以呢，这个天台啊，他也来学这一招啊、哦，但是呢，他就是偏于圆教。圆教好，纲中云：圆教为圆妙、圆融、圆足、圆顿，故名圆教。所谓圆福、圆性、圆断、圆行、圆位、圆自在庄严，圆建立众生。此教名不思议，因缘二谛宗教啊，宗道事理具足不别，理也圆融，事也圆融，淡化最上立根之人。最上立根的他才教啊，所以你说学佛，学佛很多人说学佛啊，但要讲到修行，对吧？万中取一啊，那要坚持到修行最后的啊，那更不容易啊。这个曾经就有一个居士啊，哇，学了佛去修行，很棒很棒啊，然后呢就想把工作辞掉，要专修啊。那你因为。你有家累了，你还要专修，可能另外一半不同意，哎，因为我们也做心理辅导，差不多一些现象都知道，所以八成他老婆不会同意的啊。结果他真的辞掉，啊，一年之后又去找工作啊。你把整个家里的负担丢给老婆去啊，那不大可能。他有房贷，还两个小孩，这么大而已，小一啊。还有幼稚园，你像这个担子要交给一个女人家，哦，不是说女人就担不起来啊。这个太太不说话，岳父岳母也不说话，对，哦，所以他一年之后又乖乖的去找工作，哦，要么你就想清楚，哦，啊，要么对方放人啊。你如果没有这样子哈，哎，事情没有处理好，没有圆满了，哎，还是要乖乖的回去找工作。啊，所以不要说因缘不具足了，这个有时候，哎，也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啊，不要太天真啊，这个都要各方面的啊，这个
所以修行要有修行的资粮啊，生活有生活的资粮，对不对？各位要有生活资粮。什么叫什么？你三餐要有来源啊，好，这个就是圆教，好。那么以上啊，五五三第三行，以上四教为化益众生的法门，哦，要化导帮助众生的法门，故名叫化法。 啊，叫化法四教，那化于四教呢？以彼化，以彼化法说是众生所用的仪式，啊，就是说那是法，啊，要来教化众生。那要用什么方式来啊度化这些众生？啊，那要怎样？顿教、见教、三秘密教、四不定教。啊，他说或有利根堪直受大圣教。 佛对此机不惜种种诱引方便，顿说自证大法叫顿教，哎，哦，通常禅修啦比较快啦，或是一些机锋啦，啊，如华严时或有顿根啊，不堪直受大法，佛对此机先说小圣教啊，见之诱导，引入大圣叫见教啊，这楼梯。 一步一步的爬，一阶一爬叫见教，哦，那顿教就直接哎到十一楼去了，哎，哦，好，如阿含方等般若三时，阿含见出方等见中，啊、哦、般若见末，哦，就说这样子在经典的那个根器的排列，或又多人于同座中，佛不思议神通之力。 令大众同为听法，所闻各异，彼不知此，此不知彼，隐密复机，是为秘密教。啊、哦，就是说各有根基啊，然后让你各有领会。啊、哦，这个秘密教不是密教的密教，哎，就是说你是什么根基，佛陀都一时怎样通通度化，哎，或有多人同坐，佛不是以神通之力。 令听法之众，或闻小法而证大果，哎，啊，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哎什么阿含啊，这个小法，那你是因为他的根这个法，而这样听小法的根基证到大的果，或闻大法而证小果，他明明听的是大法，可是他就证到那边去，啊，这个声闻缘觉，啊，这是众生各有因缘，啊，所以佛陀不是只有一招啊。 举凡什么，哎，都是这样子，你不要只有一招，哎，这一招只有怎样生气，因为他不听我的话，他不随我的意，所以我只有生气，那就是闹情绪，哎，佛陀是用智慧度化众生，啊，那众生只有用情绪处理事情，哎，好，或闻大法而证小果，好，那另外插个小话题。 那昨天在三楼啊，因为就我要讲课嘛，但是从小要讲，那比较早到，我就是三楼一下，啊，那图书馆，那就有人在门口喊我，哎，师傅，我说，哎，怎样？他就说，哎，讲一些事情，啊，他说你现在穿什么鞋子？我说我现在因为都穿气垫鞋比较多，因为他在卖鞋子，他说啊，你怎么知道我？他说有啊，那个什么慈云杂志有登啊，电视也看啊，哦。 然后他说：“你们法会我要去。”我说：“我们法会人不多哎。”那因为自己我本身也没穿你们的鞋，你们的鞋子我有一双啊，本身因为这个脚不大舒服啊，之前啊，所以都穿气垫鞋习惯了。现在再穿你们这个硬邦邦的，可能就比较不适应了啊。啊你斟酌了，我们当然都欢迎你来参加法会啊。但是你说你拿着鞋子要去卖，可能就人不多哦。他就跟我讲有点。 talk 讲话，哎，有个阿伯进来，然后就问什么法会什么事情，那我就记得这边好像也没在办法会或什么，就那就请那个柜台跟他回答。啊，这个卖鞋子的师姐就说，哇，外面那个热啊、哦，哦，那这个阿伯啊进来可能会口渴，哦，赶快去倒一杯水给他。你看，这个讲什么福报嘛，对不对？哎，培养福报，他赶快去倒一杯水来给这个阿伯喝，还跟他说。 这个因为很热，我也不敢倒很热的水，这个就温温的。啊，你这样天气好，要多喝水啊！哎、哦，他就真的
这样倒一杯水，那也是怎样培养福报，跟众生广结善缘。所以他通常这样子也这样啊，可以跟很多人结善缘，不要把他的生意就定位在做生意。你可以跟很多人结善缘，也有很多人做生意，他结果怎样，跟这些客户啊当成好朋友哦，所以就是你是什么心态。所以他有的是大根基，有的是小根基啊，有的是听大法正小果，有的是听小我，小我正大果啊，所以我们都要珍惜啊，这绝对不是攀缘啊，对不对？他也不缺你那一杯水，他也不缺你这个打招呼。可是我们如果真心对待别人，好，这个广结善缘。好，五五三倒数第二行，或闻啊小法而正大果，或闻大法而正小果，比比相思，得以不定，是曰不定教。不定教说，好，你别安神的啦，他不一定是这样的结果啊。这个像天气热啊，这个有一个人来说，师父我在家里躺很多天了，都发烧哦，中暑了，这个去挂急诊的很多啊，他就没办法排日。我说你不要在家里闷着哦，因为他们家里还有其他人，赶快去买青草茶、椰子汁啊，这个退火的东西退一退啊啊，或是那个擦一些凉凉的东西，什么白花油啦，什么精油会。啊，有的那个把那个小 baby 发烧抹酒精啊，让它散热，啊、哦，那这个吃粥啦，吃粥也好，啊、哦，那个煮得很稀的粥啊，不要很烫啊、哦，然后吃一些酱菜，它就让你的里面的那个内脏啊，还有那个消化器官，透过粥，然后让它蠕动，啊、哦，该排气的排气，该大号的大号，通通排出来，哦，就会。通体舒畅啊，那你这个如果闷到啊，还有叫他刮痧啊，看他刮痧啊，你一直没有去处理哦，然后很热又没排出来，吹冷气，效果很慢啊，所以要多喝水，喝粥汤啊，或喝一些比较退火的，刚刚讲青草茶什么的，要多喝水，把那个暑热排出来啊，那。讲到大小号，大号要怎样？要有形状出来，像一根香蕉这样出来。如果那个稠稠稀稀的，啊、哦，这当然就里面有寒气啊、哦，或是有湿气，或是拉肚子、啊。拉肚子也是要多喝水、哦、啊，吃一点盐巴、哦、然后增加电解质。你这个以前的哪有在看医生，哪有打针吃药，都是自己靠方法。哦、那我们就是说省钱啊，然后这明明有医生，我们还在省钱，不是？这是生活的养生啊、哦，然后至少你自己可以调理自己。那你真的不舒服再去看医生也可以。那个热没办法排，再看医生。那医生的西医通常都给你什么退烧药啦，或是屁股给你塞个什么东西、哦、啊？但是你知道这老祖宗的方法，那也是很快啊、哦，刮痧，喝青草茶。啊，补充多量的水，千万不要再吃呢。有人说啊，吃粥，有一样东西很好吃，那配肉酥就好了哦。肉酥是食为物件，好，它是燥的东西，它是炒很燥，所以你如果人不舒服，为什么吃粥？它好吸收，好消化。但是酱菜或是比较清淡的啊，那个豆腐、豆包或是蔬菜啊，吃那个肉酥。它就比较燥热啊，反而对你要蠕动啊、排泄并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这个都是要注意。以前的哪有肉酥好吃，都要吃菜包，还有那个什么豆豉啊，还有那个什么，腌的冬瓜，对不对？夏天出冬瓜，那冬瓜去腌呢、啊，还有吃那个什么？有一次我去乡下，主持那个夏令营，宜兰那个凤梨，它也是凤梨去弄成类似酱菜，又酸又甜，然后又松松的，因为它是弄成酱菜一样，哦，很下饭，这个是这种东西啊，我们不鼓励吃酱菜，但是刚刚讲的哦，你已经排了很多汗啊，刚讲拉肚子啊，或是。那你就该补充一些比较咸的东西，啊。那刚刚呢，
也提到排不出来，你有这些因为增加你的口感啊，一些重口味一点，不要吃辣啊。这个辣有时候症状你不明白啊，它有时候也会让你会不舒服啊。所以你除非症状很清楚啊，这咸的先下来啊，那有一点姜的再下来没关系啊。那个酱的那个嫩姜啊啊，冬瓜啦、啊，这个都好。辣椒呢，这个就可能要看症状啊。好，所以那些寒冷的地方，又寒又冷又湿，他们吃辣椒啊，他们都排这个湿气啊。是，对呀、啊，但是因为他就，刺激食欲啊，他们是因为天气热，这个食欲不好。啊，所以他们吃沙爹啦，吃烤的啦，吃什么的？但相对他们也吃椰子汁啊，啊、哦，他们也吃椰子汁。那你像这个东南亚，他们也吃榴莲，哇，榴莲很燥啊。但是榴莲很燥，他们用了榴莲壳，放一些要喝的水，一点点盐巴，哦，就是天然的盐巴水下去就不会太燥，哦。所以你虽然他们吃榴莲，真的就把榴莲当饭吃，这样嗑掉一颗，但是他们最后都会吃那个榴莲壳，然后装水下一点盐巴，这样解那个腻，也解那个热量啊。那通常他们不吃整颗，顶多吃这样啊一小颗的那个部分而已啊，那个果粒的一小颗而已。那他们去那个东南亚，还要看哪一国的榴莲好吃啊、哦？他们都说泰国的榴莲好吃，但吃起来泰国的榴莲比较苦一点，它有点苦味啊、哦，但是口感它比较 Q 啦啊、哦，所以都吃成这样子，你看啊、哦，都很专精的啊、哦。好，那我们的人呢、哦，一去哈、哦、也不要吃太多那个啊、哦，那他们当地人因为。你像我们平常很少吃沙西米，你知道日本吃很多沙西米，可能你的肠胃会受不了。你的平常很少吃那个榴莲，你跑去那个地方拼命吃榴莲，可能对你肠胃也不是有吃啊、哦，那适当一点啊、哦，要小心一点。好，五五三啊、哦，化瘀化法啊、哦，这个是。由如此种种之不同，毕竟由于众生的根基好的原因，故八教局在前世不设法华，好，所以没有特别提到法华。法华嘛，是化道的终极，最后啊才法华经。出世本怀的直说，纯度独妙，根性圆融一致，皆归依佛圣，故曰其教法好，虽因设于法华中的言教。若曰开会不易，则高出八教之表，好，称为八提壶，好，所以这个，这个化瘀四教跟化法四教，好，就叫八提壶。那第三章呢，叫始终的典籍，好，这个没有很多，就跟大家提一下。当然呢，它就是以《妙法莲华经》好这个为主嘛。好，再来呢，《大智度论》为指南。好，《大智度论》因为它是大般若经呢，啊，这个，做一些辅导，因为智嘛，就是讲般若。然后《涅盘经》呢，啊，来做扶疏，啊，帮衬一下。《大品经》啊，为观法，啊，《大品》就是《大品般若经》，也是讲智慧的。然后呢，引《维摩经》啊，《人王护国经》啊，哦，来增加你的信心。然后呢，用《佛性论》啊，《宝性论》啊，哦，来让你多了解。哦，那一宗之学以天台三大部为根本。哦，它像，南岳大圣止观啊，哦，它的一觉三昧啊，天台的这个。四禅波罗蜜的次第啦，及六妙门的这些止观，好，所以我们把他这些话做一个整理，就是啊，法华玄义啊，法华文具啊，
摩诃止观呐，哦，这些啊，后面有提到一些，那并不是很具体的啊，也不是很需要，就是说，这个祖师他喜欢啊，或者他有时候他就提一下啊，那个也喜欢也提一下，我们看五五五哈，第二节天台三部，就把他这三部讲出来，大家就比较清楚，啊。 天台五重玄义，好，这第一步他就写法华玄义，有没有那个黑色的，然后白色的字啊？第一法华玄义啊，我们不会把这个内容啊一五一十讲，会把它的特点标一下啊，然后五六七，法华第二法华文句。 然后五六九啊，摩诃止观啊，这个就是天台宗所依据的三大本。那刚刚有讲《大智度论》呐，《维摩经》呐，这个就是因为啊，有的人众生喜欢听这个听那个啊，他也拉一点进来了啊，所以也不是主要的著作啊。那也有提到这个，刚刚有提到这个天台四教义啊，哎。 那这个是因为初学的啊，他也给他一些啊认识的，还有那个教，哎，教官纲要啊纲中啊，这个是刚初学的人哈，哎，给他一些概念啊。好，那我讲的这个话是在五五的第一行啊，就是此中的典籍啊，最后一行啊，那这在五五四教仪啊。 四教仪就是入门的书了，还有教官纲宗啊，所以如果说要介绍这个宗派啊，通常这两本书都会先讲啊。那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整个啊这个天台的啊，那这个讲一个带一个头就这样子，好，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啊，然后这三部书啊做一个简单的啊介绍啊，那有机会大家再去做研究啊。通常就是有个概念啊，一个大纲，然后知道他在讲什么。好，休息一下。好，我们看五五五啊，这个天台三大部。 法华玄义啊，第一本是法华玄义，解释法华的经题的啊，它是用天台五重玄义啊，这五重玄义就是说五个那个阶段啊，解释法华经题，就是法华经这个题目，阐发一经的要旨，五重啊就是释名啊，解释名字。 辩体呢，就是它是属于啊这个经典的指归啊，它是属于哪一个精神啊？宗这个宗旨啊，还有本体。明宗呢，就是它的主要的啊修行。论用呢，就是如何应用啊，它有什么殊胜的地方。那判教呢，就是它属于啊这个小藏通别圆啊，是哪一个地方？ 啊，所以呢，解释此章啊，有通有别，通则七番共解，别则五重各说，啊，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啊方面啊，如果没有接触的话啊，怎么又五重又来这个七番啊这样子会有点困难啊，所以我们就把它的概要啊提一下，七番就是说有七篇呐啊，就是标题啊。 就是为什么要提这个题目引证？就是说我们写文章啊，这个要有证明嘛。哦，我说，哎，这个雨水是酸的，啊，哪有什么证明？啊，这个水果是有机的，你要有什么证明？啊，必须要有证明。三呢，升起啊，这个起承转合，哦，叫文章啊起承转合，啊，那这如何啊这个？
提到啊，然后引证啊，如何升起，然后转合嘛啊，如何开合，无料简啊，料简呢，就是说如何让你呢，可以呢启发你的智慧啊，观心呢啊，让你起精进的心啊，会意呢，就是说如何让你这种不同的见解啊，叫会意就意嘛，不同的见解能够汇通在一起啊，有的南辕呢北辙啊，有的说东说西呀，你如何把它兜在一起啊？所以它这个有七个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是《法华玄义》啊，啊后面他就有讲了啊，标题啊，你看第四行这一段呢啊，标题另译义词啊，起念心故啊，然后呢引证据佛语起信心故，升起始不杂乱。起定心故，开合呢？啊，这个料简，啊，这个会意，啊，所以第四开合跟料简，就是把不同的啊，把它都在一起，起会心故，让它能够啊，开发它的智慧，啊，所以呢，这个内容呢，啊，架构啊，就简单这样讲，啊，不然因为他提到这个又提到那个哈，可能大家会。有点不知他讲的到底是哪一个阶段，好，我们跟他，一个架构啊，就是五个架构啊，五重玄义啊，解释啊，释明、明宗、判教、辩题、论用啊，五重玄义啊，七番共解就是他的标题、升起、料简、会议、引证、开合、关心啊，然后这个会议啊，这个把它提一下。啊，这样大家有概念啊，那有因缘再去看《法华玄义》的时候啊，他也会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这里呢，五六零啊的第六行，这边五六零的第四行下面，哈，据十法界十种性相，哈，这些架构无非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啊十法界啊十种性相，啊为三法之始，若有无明烦恼性相，啊则是智慧观照性相，因为众生呢，啊我们都喜欢看佛菩萨，啊这个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师姐，啊她的肾脏不大好，啊所以也没办法上班呐。啊，在家里也是加减做一点事情就很累了，啊，那后来就去禅修了，啊，因为他人的本性呢，啊，很清净，很善良，啊，他一打坐就看到药师佛啊，看到观世音菩萨啦，啊，啊，看到莲花，啊，啊，这个是修行上的一个经验，啊，不是让你那个艳丽的艳啊，是经验，就经过而已，啊，不是目标。好，不是目的啊，所以说啊，你的本性清净，那我们从这个什么执着烦恼，因为你去掉我执烦恼啊，那如果习气就是说我一定要看到什么什么，我一定要怎样怎样，那也是一种习气，也是一种执着，所以你慢慢放下的话，哦，慢慢就往上去跟佛菩萨相应啊，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启发啊，所以他就。很感动啊，那通常也是啦，你如果今天身体很好，赚钱很顺利，哎呦就忙赚钱了，哪去修行，对不对啊，然后跟这个也没问题，跟那个没问题，我都没拜佛没烧香，我就今天就这样下下轿的，所以他也不会去相信。那么在佛经里面，那个提婆达多出佛身血，那他也是怎样示现的，佛陀后来讲到这一段，你们不要一直诅咒那提婆达多出佛身血，这个要堕地狱，他也是示现的，就好像我们说的一个剧本嘛，有人演男主角女主角，也要有人演坏人啊，他是配合一下剧本演出，不要执着，你看刚刚执着，不要执着，看到对的
我们赞叹啊、哦，去相应学习，看到不对的自我反省，而不是一直骂人家，这不对啦，要求啊，都一直在骂人家，是看到不对的。戒律也是，是在自我反省我的身口意，而不是说那个人对不对，那个人对不对自有起因果，有法律啊、哦，不是我们去跟他判断。好，那带到这边呢，是要跟大家讲，第五行若有无明烦恼现象，即是智慧观照现象，就是因为怎样，它是一体的两面，啊、哦，所以经典也会讲烦恼即菩提啊，你烦恼一转念，它就是菩提啊，你看，就往那边去了。所以你不要执着烦恼，不要执着是非对错啊。对的当然就是坚持要做，不对的就不要做，但是不要那个执着性。如冰是水，如水是冰嘛，对不对？水的展现地大就是冰嘛，冰的展现火大就变成水嘛，它有温度溶解了。好，水的再增加一些温度就变成水蒸气了嘛。昔有恶性恶业性相，即善性相，由恶有善，离恶无善，凡以诸恶之善，即善之成。啊、哦，炉烛有火，火出还烧烛。啊、哦，皆有苦道现象，迷失苦道，生死浩然。啊、哦，所以不要在六道轮回当中啊，哎，入戏太深了、啊。有时候是演戏，演戏配合配合啊、哦，你是演什么角色？配合配合啊、哦。那因缘可以的话，就还是修行了，哎、欸，还是可以解脱。你不要说我们有家里没办法，你设定一个没办法，当然就没办法啊、哦。你有办法，有佛法就是有办法。哦、好，这边呢就提到哈、哦、这个里面的那个内涵。那五六二的倒数第二行也有讲到十妙啊，十妙就是在五六三的第三行啊，妙法莲花经嘛，啊，这个妙也要提一下。曾经有祖师大德光讲这个妙字就讲三个月，啊，这学习就结束了。啊，所以他这个就是文思啊泉涌啊，然后呢？对这个文艺呢，可以啊、哦、非常透彻的一个延伸。那么十妙呢，就是一本因妙，二本果妙，因也妙，再来果也妙，三国土妙，四感应妙，五神通妙。哦，感应道交难思议啊！你跟佛菩萨相应啊，是感应道交难思议。六说法妙，七眷属妙，哎。这个眷属不是冤亲债主，哎，都是怎样啊、哦？和和。八涅槃妙啊，九寿命妙，十利益妙，哦，叫十妙啊、哦。那又叫十重啊、哦。啊，一列是十亿啊、哦，这个十种意思讲一下啊、哦。二呢，升起次第，所以显教也是有讲次第呀、啊。啊、哦，不是，哎，密教才讲次第啊，我们显教还是次第啊。三，明本基开合，本就是它的根本，基就是教化众生的啊。四，引文证成啊，要有引文啊，要有证明。五，广解啊，还有其他的解释。三四了解啊，时间上的一个铺排。七，论出妙啊，这个。细的也可以讲啊，然后比较粗浅的也可以讲。九哎八结成全实，全实全就是方便，实就是实在的啊。哎，九是利益啊，那么具如全本啊，实是观心啊，所以后来还是要到这个心了啊。他这个最后一行就我如佛。我如佛，我就跟佛一样，亦当观心，出世大力。好、哦，这《华严经》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的心跟佛一样，就是佛；你的心跟众生就是众生。所以你把自己设定在哪边？好、哦，《妙法莲花经》呢？啊，这边讲妙就讲十妙，下面讲莲花哦，哎，好，次是莲花啊、哦，全实难显，借
比喻莲花，比喻妙法，把莲花呢就好像在形容这个法的殊胜，又七欲闻多，故以标题啊。又莲花微蔽，即是莲花三昧当体之名，立根为名则解理，不假蔽意。哦，你如果那个根气很重啊，很殊胜的，一讲莲花，你就直接切入了，哎，连比喻都不用讲。中下微物乃需啊，这个比喻嘛啊，所以呢，用了解的莲花，欲难解的莲花，故有三中啊，就是斗上中下根啊。那这个就是啊，看根气。好，所以这个五六四的第二段啊，就讲这个显体啊，第二就是显体。那么五六五就是明宗啊，就是这一部经典的啊一个那个内容啊，先讲五重玄义嘛，然后四明就是。什么叫妙法莲花经叫四明，再来第三明宗啊，好，第四呢就论用嘛，好，什么应用，第五是判教，把它判在哪里啊，所以它这个段落啊是这样子。好，回到五五天台三大部第一法华玄义啊，所以这第一句第一行的下面五从一四明二变体三明宗四论用五判教，好，所以这边呢，他就用段一段一段的哈，所以你不要找第几行第几行，啊，所以这个，哎，这样一段一段的，你来看就很清楚。到那个五六四都是在那个解释名词哈，那个五重玄义的哈，然后这个五六四开始才第二啊，这个显体哈，然后那个五六五哈叫第三明宗啊，啊再来五六六第四明用，第五判教。啊，所以刚刚前面那个都是在讲这个解释它的名字，所以我没有跟大家提到妙。还有莲花妙法莲花经啊，这个就这一部分法华玄义的内容。然后第二本呢，五六七法华文具，法华文具呢，哈，就是玄义开说法华的要旨。玄义就是刚刚那一部叫法华玄义，是在说法华经的要旨。那文具呢，就是在解释文义。啊，所以前面那一部就是一些重要的概念，那么后面这一部法华就是一文解字啊，就慢慢的解释给大家听。啊，先从通规总分一经为序正流通三分嘛，序分、正分、流通分。啊，序分为第一，啊叫序分，第二方便品，到的分别功德品十七。十九行记，总共十五品半为正中分，整个内容。然后到最后面叫流通分，好。那么这个也是对经典的啊解释啊，就是大家看啊这个《妙法莲花经》，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什么啊普门品了哈。那这本经呢，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比喻品啊，讲比喻啊，这个到五六七倒数第二行比喻品，啊，一些举例啊故事，曾经有人专门做这方面的啊比喻。然后呢，这边提到哈，总共七品半，有说因缘三周，一说法周啊。从毕一周到回向佛道，佛为上根人啊做三圣一圣说，三圣一圣就是说刚刚讲的声闻缘觉一圣，菩萨一圣，佛一圣，会归到通通一圣，
直接讲成佛的事情，不跟你啰嗦讲声闻缘觉在菩萨，他直接讲佛圣。那五六七最后一行，比喻中，那么二十，舍利弗、白佛到受记品，佛为中根人说，所以大家如果有那个《法华经》啊，可以来对，那没关系。 你是哪一品？我也不是说，哎呀，我是上根，我是中根，我是下根，没面子，不要去贴标签。我们跟哪一品因缘有因缘，然后就去成就。所以为什么跟大家提到这样？通常都心上厌下嘛，喜欢上品的，喜欢第一名的，讨厌那个啥没有成就的，没出头的。这个就是众生的分别心。这曾经有举个例。 妈妈骂那个小孩，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去当什么什么什么，就把那种某个职业贴标签说，嘿，都不出头嘞，其实未必，只要你在这个社会上尽一己之力，不偷不抢，那就是可以了。五六八，第一行，那么为上法说周中不误，更作三居一居说，然后。 许初许三居士师权后世大居士显示，就讲三部车啦，羊车、牛车，还有这个三部车，大百牛车，这是三部车，牛车、马车、大百牛车，那么三因缘说周，化成御下三品。 化成呢，就是说，在这个经典里面提到说，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中间有个中间站，就好像你们开高速公路有个什么休息站，上车睡觉，下车尿尿，这个去旅游这样，然后去下车尿尿一下，然后再买个东西吃一吃，然后舒缓一下筋骨。 然后这边讲说为佛为下根之人，说的，这个也是方便说了，大家也不用说，刚刚讲太自己去贴标签，我是上根，我是中根下根，这个就是他把这个《法华经》做一些解释。那再来呢？ 五六八倒数第三行，悉檀成就意，悉檀就是方便，以此四法来成就众生佛道，叫悉檀。天台随南岳为悉之遍，檀为师遍师。佛以四法普施众生，叫悉檀。是悉檀，一世界悉檀，又云。 乐欲悉檀，随众生所乐，对不对？众生喜欢享乐，众生喜欢快乐，喜欢赚钱，喜欢逛街，买东西，所以你要随众生的根基，不是说带他们去逛街干嘛，而是要成就他们在日常所需。刚刚讲的生活资粮，或修行资粮，要成就他们。二为人悉檀，又云生善悉檀，随众生的机宜。 令生正信，增长善根，要给他们信心。所以为什么他可以看到莲花，他可以看到，给他信心但不是目标，给他尝点甜头。二对治悉檀，又引断恶悉檀，施种种法药，除遣众生的恶病。众生有很多习性，我执，烦恼，这个都要把它去除。所以这个是第三。 第四、第一悉檀，又引陆里悉檀，令悟入诸法实相的妙理。所以你看，佛是多种慈悲，为了众生看他很多的步骤阶段，这个就是四悉檀了。那么这个悉檀在《大智论》也有提到，刚好是我们看到这边，然后就让大家知道佛陀的一个教法。 第三部呢，《摩诃止观》。《摩诃止观》，我们那个玄义是释题，紫檀化义，文字是解经嘛，所以
第一步法华玄义啊，就是把这个意思告诉大家。那法华文句就是把内容啊慢慢的说明。至于止观，方谈行法，就是如何修行呢、啊？在这个法华的思想里面也有讲到思想，还有讲到修行。止观一部大分为二，粗略说缘起次正知，好、哦，缘起就是序文，好、哦，正知就是内容。正说中开章为十，好、哦，它的编排有十个啊、哦、章，好、哦，一大义，二释名，三贤体，四摄法，五偏言，六方便，七正观，八果报，九起教，十止归，叫十广，好、哦，这个就是啊。哦摩诃止观的内容，那么十广中第一大义者啊、哦，就这样子讲。那这边呢，啊、哦，我们并不会把这个整个十个章节跟大家啊提一下，啊、哦，我们提一下这个里面的比较重要的内容啊、哦。我们刚刚有讲到心。啊，五百七十页的第五行下面，啊，心若心若道，其非甚多，耶地狱畜生鬼修罗天，啊人天魔，啊还有这些罗尼见色无色，啊就是欲界众生、色界众生、无色众生，啊这共有这些他们的发心呢、啊，啊。啊、所以呢，就有他的接次，啊、哦，好，后贤者贤了所事，是即真实，真实之法无量，利用四谛、四弘、六极、三法显之。修大行者亦登妙位，非行不接，故次发大心，论修大行，所以要发心。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要发心呢、啊，要发心，啊、哦。大发心就大成就了啊、哦，那不发心就没成就，那必然的啊、哦。好，这边讲行啊，行法众多，列明四种三昧：一常行，二一常坐，二常行，三半行半坐，四非行非坐啊、哦。这边就提到这本书里面提到修行的一些方法。那么自古以来，天台的大德啊。也是有在做这方面修行，常坐就是一直打坐，常行呢就是只有走路没有坐，啊、哦，有人专门做这种常行的，啊、哦，那他，哎，这个有点违反人性了、啊。一个空间里面，啊、哦，他就绕着这样走，啊、哦，绕着走，啊，但是你会脚会酸呢、啊，他就是不让你坐，啊、哦，就是要你走，啊、哦，所以呢。头上啊有绑个绳子，啊、哦，然后呢，这个四边呢就有那个类似手扶的，啊、哦，这样绳子或是那个木棍呢、啊，这样横着，你就扶着它一直走，一直绕，一直绕，哦，是，哎，曾经有90天为一期的，90天都没做，真的是很，一般现在讲的很违反人性，啊、哦，会不会那个？小腿积血或怎样积血那个什么肿胀或怎样的哈，没有睡觉，站着睡，哎有吃有拉有吃啊，但是就是这个在走的当中，他就是哎三个月为一期嘛，90天通通没有做哦，所以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啦，只是以前的祖师大德哈就。有这样的，他们编排这样。那后面半行半坐，半行半坐，就一半有坐，一半有的，这个比较合乎人道。然后非行非坐就是，一种会通了，没有特别要叫你要坐，或是要叫你坐。那这个常行曾经在他们天台中有这种祖师大德，不多了，一两个，哦，这个怪胎的啊、哦，不是否定他，就是说哇，真的是很耐操了、啊，哎，他就这样走。那这个上面有绑绳子，你打瞌睡，那个头发哈、哦，可能有留一点头发或怎样、哦、通常是剃光头，但是可能有留一点头发，让他可以绑住，哦，所以或是绑住头了，那他这样一打瞌睡就醒来，打瞌睡就醒来，哦，
这个现代人不容易做了，只是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常坐，坐大家可以理解，什么叫常行，就没得做，哎，啊，而且他们这些修这种法门都非常的严谨，啊，刚刚讲有没有吃有吃，啊，还有上进坊也都有，但是呢，他们这些做这种修行的话，他们上进坊之后都要净身呢。 还要再冲澡一遍，都身体弄得很干净，再进这个修行的场域。就是大小号之后，还要冲澡之后，还要更衣，然后再进来啊，所以也是要有人护持的，不然你就进去换一套，进来换一套，不容易啊，所以这个都仅于要有很多人来做护持才有办法。 目前还没听说，看你要不要安排一下。<笑>这个是早期啊，因为他们在这个天台山，山上也冷，所以也有一些人护持，那不容易做。他一开始也不是90天呐，可能一周、7天，或是从3天开始，三天没有做。 那是很累的，你看你这样做家事的人，或是上班做业务，那个什么在十字路口举牌那种，那个时候站8小时，我看他们都后来都会躲在那电线杆，然后坐一下，那个举牌的，一天多少钱啊？所以很辛苦，那个都晒到中暑了。好，这个是曾经我们看过天台的修行法常行的，给大家。 知道有这么回事啊，现在很难呐，因为有啊，那现在的人不容易啊，而且站在人的生理医学，那医学上啊，你这样就比较违反人性所以目前没听说啊，好，所以我们把这个三个。 大部头给大家了，这样带过。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篇，此中的教义。第一呢，叫元龙三谛。那是哪三谛？空假中。元龙三谛者是天台教官的玄书三谛，空谛、假谛、中谛。谛就是真理、显实、审实。 一切法并从原生，原生无主谓之空，无主而生谓之假，不出法性谓之中。所以这个空假中，那空呢就一空一切空，假呢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一云真谛、熟谛、中谛，真即真空。 泯亡一切法，熟即世俗，建立一切法，就叫世俗谛。你这日常生活，这就是世俗。中即是中正，统摄一切法。此中以为法界身罗诸法，一一当体，即实相之妙体。所谓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存于实相，更无别法。 即一切万有之事相，皆是法性真如界的本体本相。那什么叫实相？理即真实，以实为相，故名实相。所以刚刚有提到全实，全就是方便，实就是实相。就是理即真实，以实为相。叫做实相。此从不可破坏真实得名，又此实相。 诸法得法，诸佛得法，故称妙有。妙有虽不可见呢，诸佛人见。所以我们看不到佛，是因为众生业障深重。确实，我们刚刚不是说不要贴标签，那是不要一直否定。可是我们看不到佛，也是一个因缘。可是它有时候会示现方便，一些逆境，让你起修。这有一对夫妻。 小孩子比他们早了，所以他们就感悟到生命无常，还有照顾自己比较重要，所以赶快念佛，赶快做一些
这个佛教的一些法会什么的，当然安置也心，安对方，早走了，一路好走了，好，573，倒数第二行，实相非二边之有，故名毕竟空，空里湛然非一非一，故名如如，实相。 即灭故名涅槃，觉了不改故名虚空，所以你们先有这个概念，不然他这样讲漏漏等，有时候无法了解，那本来就具足，空假中也本来就具足，那互相融通，互相融通。好，那这边呢574第三行。 实相之体呢，三谛具足，即隆隆无碍不可思议的妙，名之曰中道实相，此三谛格即是次第三谛，三一无碍啊，空假中是那我们念起来顺啊，其实它都无碍的，即是圆融三谛，格律者三谛不互融，次第者前后前真次属后中，即别教三谛。 那圆融呢，举一即三呐，全三即一啊，即是圆教的三谛，那圆教所谈的三谛，为是一法之上得用差别，所以它都是圆融的啦，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这个是圆融，三谛。 那这个三谛的观念刚刚有提到一个辅助的著作，大智多论也有提到这个，还有中论也有提到这个，这个给大家做一个补充，接着提到这个一念三千，第二章一念三千576，一念三千呢，所谓三千呢，现在说。 三千，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要大意，千万要怎样怎样叫三千，现在人所说的三千，那我们现在这边的三千呢，指假地诸法，先大别凡圣之境界为十界，十界就是十法界，具云十法界，所谓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天。 此名六法嘛，声闻缘觉菩萨、佛教四圣，皆称法界，其义有三：一者，这样有三个说法。实数是人一，法界是所依，人就是主观，一就是客观。那么法界就是各个众生呢所对的这样的环境，人所合称叫做十法界。二者。 此十法各个有因，各个有果，各个有界半分歧，故言十法界。三者，此十法一一当体皆是法界。它每一个，比如地狱，地狱就具十法界；恶鬼具十法界；畜生具十法界。所以它后面有在做解释。577，此十界。 一一当体皆是法界，故言十法界，此十法界一一界中皆具其他九界之性德，是为十界护具。一一法界各具十界，如地诸交印成百法界，百界之中各具十如乃成千法，是为百界千如。分持百界千如为五蕴众生，世间众生，五蕴众生。 五蕴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三类，则得三百界三千如之数，略称曰三千诸法。所以，什么叫一念三千？就这样延伸出来的。五蕴世间呢，染尽一切色心，五蕴呢就色受想行识，十界五蕴各个差别，故名五蕴世界。 众生世界呢，六凡四圣是假名，五蕴合，共众共而生，假令名字。
各个不同，故名众生世界。那国土世间呢，就山河大地，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叫气世间呢。山河大地既有人依的众生，即有所依的国土，你有众生必然，他有他的气世间，十界所依各个差别，故名国土世间。世是隔别，即十法界之事，以十种五因、十种假名、十种依报，隔别不同，故名是也。间是间差，生死种世间差别不相谬乱，故名为间。那另外他的观念，这个一念三千里面也有一个观念叫实如是，是出自于这个华华经方便品，华华经啊，如经文佛所成就于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以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以要跟佛同一鼻孔出气，我们的格局要立在那边，所以你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告诉自己，我如果今天我是佛，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一定要把那个格局拉到那边，就不会犯错了，那有时候忘记嘛，忘记自己是佛，然后就会掉下来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这样总共十种叫十如是。啊，这边呢就会把这个十如是啊提到，好，我们来标哈，如是相是一，如是性是二，如是体是三，如是力是四，如是作是五，如是因是六，缘是七，果是八，报是九，本末究竟是十。那它里面呢就有提到一些这十如是的内容，那我简单的讲，我就不看这个我们的课本，我就在这个就他们的文义简单的提一下。相就是外在的嘛，对不对？外在的你看得到的叫做相，性就是内在的，宗旨本性，那体呢就是它的本质叫体，力就是它的作用，有什么功能，有什么作用。那作呢就是把它造作出来，那因呢就是它的原因在哪里，那缘呢就是要助缘呐，果就是它的结果，报的就是报应呐、所以有时候你这个人这样有报应呢、那口气都是很重的，那有点情绪在里面。因缘果报、就是有因要有助缘，然后有结果，就有报应。本末究竟呢，就初相为本，后报为末，所归去处为究竟故，是贯通前面的原则，叫本末究竟，前面的通通把它贯通在一起，这个五七九啊，五七九，倒数第四行，本末究竟就是一贯前面的九法的原则啦，原理啊。好，所以这边也讲到这个所作所为啊，皆有其有因有缘啊。好，五八一，这连接五八零呢？什么叫三千？三千就是讲众生的一念之心呢。五八一的第一行，此中言凡地界耳。因妄一念之心，集聚三千三谛的道理。三千就是一念三千，三谛是空假中叫三谛，视为一念三千。所以你每一个心念当中都有它的怎样作用在里面。
好，那这个就是天台的一些概念啊。再来第三章呢，三法无切无差。所谓三法无差者，就是众生法、佛法、心法啊。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个华严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三虽因果啊，优殊。自他有别，其为理性一，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看起来字面上有差，但这样理性一差，无差。好，理性是一。好，为什么呢？好，这个第三行，语出华严经，夜摩天品，如今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音。一切世间中无法而不造。好，另外他有一个说法，叫心如工画师。造种种像，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要成佛，就佛像；你要成人，就人像，啊，就一副什么都不要做，就一副死像，就是这样。所以你到底是要成就什么？不要求神，不要拜佛，就问自己：啊，你是佛像还是死像？啊，这死像不是骂人啊，就是说那副德行啊，所以很公平啊。就刚刚讲，福报，啊、哦，那你只要有心，到处都是福报，专捡人家不爱做的，啊，福报最大，啊，大家都是捡那个什么轻松的啦、良缺啊，那个大家不爱做的你去做，哇，那福报才大的。好，这个三法无差别啊，让大家有个认知。来第四章585，啊，训聚法门，就此中主训聚法门，啊，就是这个天台宗它是训聚法门，为本觉训聚菩萨戒以下九戒二法及佛戒善法。哦，就是十戒三千善恶诸法，哦，那一样，这个意思是一样。哦，前面讲因因果果嘛，哦，我们这样瞄过去，五八是讲因果啦什么，啊，这个就是本来就具足啊。你到底要这个十法界的佛，那么还是下面还有那个四圣道？佛以下还有三圣呢、啊，哦，随便还抓一个，啊，如果不要，你就真的是六道轮回去了，哦，这个都是这些祖师大德的一一呢这样的一个，告诉我们，啊、哦，好，585倒数第四行，痴信恶意创于天南岳天台，啊、哦，今机传之。后至市民对华严宗及三外意义甚阔张之啊这个就是另外讲说你如果不要好、哦、另外就讲到性恶啊、哦、这个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各位啊你们认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啊、哦、通常都是善啊啊、哦、恶不多、哦、啊所以后来这个连哲学也有讲人性怎样向善，方向的向，人性是向善的，啊，他会恶啊，就是特例啊，啊不多了，啊，我们都讲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嘛，啊，现在有人说人性是向善的，你本善太极端嘛，那些人怎么样，一出世，这个世间来就是造作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们做的，啊。啊，那有人呢，一出世就是通通做善事，啊，所以有一门的人就说，啊，有一派人就说，啊，人事是向善的啦，啊，都是好人比较多，但是要怎样，要有警惕心啊。我们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有时候是稍稍的，啊，注意，也不要太神经质了，啊。好，588。这边呢，倒数第五行，
善恶法门，法可法，法名可鬼，鬼持自体不失不坏，妇人鬼物而生于解，门者人通。法门，什么叫法门？法门就是宗旨，门就是你能，你有做就有门有通嘛，可出可入，诸佛向门而入，皆修善满足了，修恶将断尽，不对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做。禅离背山而出，禅离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则修恶满足，修善断尽。相反，人有向背，门中不改，一切事先无人回者，如磨烧金卷，岂能令人善法门尽？众烧恶谱，亦不能令恶法门尽。这有时候因缘所以我们尽量怎样往善的去相应自然就有善报。你往恶的去就背道而离那就只能阿弥陀佛了。那后面还有第五章，我们休息一下，再把它提一下。还有这个本宗的行果，那差不多就这样子了。我们来看第五章，五八九页。那么有情无性，这个也是提到色心不二了，此中依色心依正容及不二道理，言佛性遍法界，不隔有情无情。佛性就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所以连那个一禅体也有佛性，一草一木一粒一尘皆有佛性。所以上次有跟大家分享他那个种凤梨啊，种那个水果水蜜桃，也有人养牛啊，养猪啊，养什么也放佛叶啊，或放那个，佛经啊，都养得特别好。但是我们比较不鼓励说养得比较好、比较肥就来，较袂着灾啦。着灾你们听懂吗？鸡瘟啊，什么瘟，那个就很麻烦，那个一杀就很多众生。好，第二行哈，云佛性者，佛是果人，佛性即果人之性。然此中所言佛性者，三因佛性也。三因佛性：一正因佛性，二了因佛性，三缘因佛性。正就是中正，离一切邪，非中正真如，名正因佛性。了是照了，照了真如理之智慧，名了因佛性。圆就圆住，资助智慧，开发正因一切功德善根，名圆因佛性。所以我们佛教讲因果，因果其实这个圆很重要，助缘。刚刚讲那个要去禅修啦，要去佛妻啦，都是要有人有助缘啊，有人护妻啊，那才有办法。那接着第六行下面，如光明显云，云何三佛性？佛名为觉，性名不改，不改即是非常非无常。如土内金藏，外道天魔所不能坏。这个土里面呢，有黄金这个宝藏在里面。所有众生都是有，但是你要把去发现呢。这边五八九倒数第三行下面，开显正性，如云除草秽，觉出金藏。你要把这个草啦，这些脏东西，把它挖掉，自然就看到金矿。金矿是这样，你们去过金瓜石吗？吃金瓜石吃东西而已啊。金瓜石就当初就是很多金，当初那个地方叫做小什么，小北投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很繁荣啊。就在采金的时候很繁荣。
那后来就剩下九户是吧？就变九分。那因为钱呐、啊、得来容易哦，所以纸醉金迷呀、啊，哎，所以来得也快，去得也快，哦，所以众生就是这样可怜。啊、哦，那你看这个艺人也是啊、哦，钱来得快，去得快啊，你能守就好，不能守就哈、哦、没了。啊、哦，人生也是啊、哦，各行各业都是。 最后一行哈，佛翻为觉，即三字农民，遍一切数，无不明了，明大圆觉，啊，信以不改为意，为大觉性不增不减，非变非迁，其正独然，啊，圆了本具，亦无变异，啊，是这样的原因，啊，第四行三即一，一即三，啊，这个讲这个。 三一佛性，哈，一即三即一，一即即三，哈，都具有。好，那我们看这个倒数第二行，好，590，哈，倒数第二，故有情发心修行啊，即草木等非情意，这样随之发心修行呢？一人发心修行，则尽。 法界之前提法心修行，啊，所以你在那边，啊，一个地方，你好好修行，啊，你的周遭、你的环境，啊，磁场就通通改变，哎，所以你不要小看，啊，你住的地方，啊，你的环境，啊，一草一木。好，如《金碑论》云，这是一个著作，一佛成道法界，无非此佛之正理之一正，未有情之外，别有草木。 但是凡夫举止，缘起当相知明见。啊，所以我们只要做对了，就会引来了这些好的磁场。啊，你做不对啊，就是那个妖魔鬼怪，那些不好的众生就引来了。啊，自法体农妙边缘之，则有情之外别无草木。要知曰无情，曰草木者。 从迷情之举直言，曰有性又成佛性，欲迷情使达法体农妙之言也。如止观讲述云：啊，佛性大直也，佛是果名，性是因名，啊，是因地。所以这个因非常重要，啊，就是你种的种子，那你会长什么果？十界诸法。 具破无名之德，曰啊，名之佛性；苟非苟存情非情意，啊，不是有情无情这样不同，啊，这些没有开悟、没有觉的，都叫无名，啊，所以刚刚有提到要破这个无名壳。因知佛相无外，指十界三世间情非情融无隔，是佛性之体也，非情。 岂无佛性？啊，苟存情非情意，非为非情无佛性，有情亦因无佛性。草木成佛，智而不论；亦奴成佛，亦无其极。好，你不要去管草木了，你能够成佛比较重要。啊，你成佛了，众生就跟你啊一起的呀，啊成就。啊，好，那个这是上一篇的啊。 一个小尾巴啊，把它做个结束。啊，这个是此中的教义啊，有提到这个啊，无情有性啊，提到。那接着第三边呢，就是讲此中的行果啊，就是他得到了什么果位。好，此中呢。 观道之殊要，不外实修一心三观，啊，一念三千这样的观念，啊，那么其修观之心有常作三昧，常行三昧，半行半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这四种，啊，所以有这个方法，啊，刚刚这个常行三昧，啊，90天为一期啊，但是有的三七。 好，21天呢、啊，好。
先中阶班的，好，这个先练习练习，好，第三行，其行前之方便有具五缘、喝五欲、弃五盖、调五事、行五法二十五种，观法之对境有阴境、烦恼境、病患境、业境、魔境、禅境、渐境、慢境、恶生境、菩萨境十种。 正修的观法有观不思议境，真正发菩提心，善巧安心止观，破法偏，视通塞，道品调适，对治助开，知为治能安忍离法碍十种，啊，这十种方法，所以它也是有一些方法，好，那前面呢25种方便，啊。 那四种三昧，啊，梵语三昧叫正定，又云调直定，啊，大论，啊，善心一处住不动，是名三昧，啊，大论就是大智度论，法界是一处，正观轮住不动，四行为缘，啊，四行刚刚那个什么，那个四种方法。 观心戒缘调止，故称三昧，用三昧啊。那么一常坐三昧，好，我们讲一点点啊。常坐三昧，一名一心三昧，出文殊说文殊问两般若，以90天为一期，通常是这样的，不管独居进士，随依佛方面，结家正坐啊，兼除恶觉，舍诸乱想。 不杂思维，但系缘法界，一念法界，信一切法皆是佛法。啊，若作疲疾或疾病所护，或睡盖所护，内外藏经多正念，不能全切，当专心依佛名号，以求加护。啊，除精行饮食便利，时刻相续。 无需与费此之三昧，啊，通通呢都在，啊，打坐当中，啊，当然这要全方便了，该怎么上座啊，怎么下座啊，怎么调食啊，怎样调心，啊，啊都练不出，没办法打坐就念佛吧，啊，二常行三昧，一名波州三昧，啊，这个出于波州三昧经，梵语波州，啊，翻为佛力，佛有三义一。 佛威力二三昧力三行者本功德力，能于定中哦，啊，见十方现在佛在其前力，<笑>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啊，佛会在你前面出现，故名佛力。有90天为期，中进三月，身常悬行，悬行就是绕着走这样空间，不得修行，口常常念阿弥陀佛，心常念阿弥陀佛。 或唱念俱运，或先念后唱，或先后唱，先唱后念，唱念相续无休息，啊，三就是一半一半了，啊，这样子。好，那么59是第三行，是非行非作三昧，前之三种，具用行作或成四句，故名非行非作，啊，时通行作。 一名随智亦三昧，啊，你想怎样就怎样啊，这个就是他四种方法。那再来呢？25方便啊，方便就是善巧，善巧修行，就是说你要在修行前面呢，要有一些那个行前的一些啊准备功课啊，以为少善根能令无量行成解发入菩萨位，啊，就菩萨的地方了。 25法为远方便，十种境界为近方便。今是五远方便：一具五缘，二喝五欲，三弃五盖，四调五事，五行五法。假缘尽道，所以须具五缘。具五缘：一持戒清净，啊，大小两圣以戒为本，是故先明了啊，所以怎样？ 持戒，好、哦，这个身口意要清净。戒有十种，所谓不缺不破，不穿不杂，随道无着，智所证，自在随定具足。
持十种戒，摄一切戒，思罗清净，三昧现前。好，所以叫戒定慧。啊，你持戒定力啊，就容易，啊，智慧就可以开发，啊，故持戒清净为至观初缘呐，啊，二衣食具足，啊，那么第四行三，闲居静处，啊，所以这样自古。 名山呢，深占多，啊，就是好山好水都出家人占了，啊，其实不是他占了，就刚好啊，有人发心啊，或是皇帝赏赐，就是要清净的环境啊，哎，不要吵杂。那你说师父，你住市区啊？哦，市区也很清净啊，你不要跟外界攀缘啊，随时随地都在这样闭关啊，你不要跟外在。 好，色身香味触啊，咱们攀岩。那因为也是啊，这个弘法方便啊，所以就有市区的道场。啊，所以那第三呢啊，闲居人。好，那么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习诸缘物啊，处虽空闲乃觉缘物啊，缘物有这种生活、人事、技能、学问啊，尽量呢，哎。 不要太忙。那学问呢是，如果他是还年轻，啊、哦，还有一些必须要一些，学习的。因为古时候没有什么学位嘛，反正你就依着师父修行。那做了一段时间，在这个道场一段住了一段时间，你也可以去禅学。以前是这样，那现在不是啊、哦，你必须有学位啊、哦，也是读书的一个进阶。 因为他看你学历嘛，他才必须派一些什么哦教学的工作给你。好，五德善知识，啊、哦，四缘具虽具前面，开导游师善知识是大因缘呐、啊，哦，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啊，啊、哦，你要碰到好的善知识。那什么叫知识？外护同行教授，外护就是刚刚讲的。 在外面护持你的啊，周遭的事情，同行就同学了啊。有时候你要做什么呢？哎，他可以跟你一起啊，同参道友，同参道友，不要同参啊，凄惨的惨，哎，就在互相修害啊，那就不要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啊。教授就是能够指导你的啊。好，再来呢。 合五欲，啊，第二段下面五欲，合色，啊，二合声，啊，三合香，四合味，啊，色是外表，声音呢，啊，诚恳的声音就好了，哎，不要再念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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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三呢，啊，哎，不要太执着，啊，饮食，啊，男女，味道，啊，美食，五合次。 好，要清净了、啊，哎，好，这个是五欲，啊，欲界的众生呢、啊，啊，就这样沦陷了，啊，所以不要五欲。再来五盖，啊，五九六第二段，下面气五盖者，前五欲是五根对现在的五尘花五事。 今五盖是五世转入异地啊，这个身口意的意，追远过去啊，逆未来五尘灯华为心内大障，所谓贪嗔啊，睡掉毁疑啊，贪还有嗔心睡掉毁掉毁啊，大家比较不懂。 调回者，五九六倒数第四行，啊，其他都知道嘛，贪心嘛，爱生气，爱睡觉啊，对不对？睡到自然醒啊，啊，啊，数钱数到手抽筋啊，啊，对不对？哎，啊，那调回呢是什么？觉观杂起。 偏缘诸法，乍起乍伏，源源不息，就是心不安定，哎、欸，
言言不行，声望游行，口望谈笑，哎，这有人就喜欢这样啊。这边好像抹布，这边回着，下回着那样，啊，嘴巴说呢，有的没有的，哦。那调而无悔，则不成盖，啊、哦，忧悔心重，转为定障。疑呢，啊、哦，哦，这个疑心呢，啊、哦，那么调悔就是那个心思啊，哎，这个起起落落啦，哦，就好像。钓鱼，或是钓在一个很懊恼的深渊啊，它起起落落的，啊，那比较写实的就是倒数第三行，啊，声望游行，口望谈笑，啊，就是好像那个啊抹布抹来抹去，嘴巴乱说，有人喜欢乱说，啊啊，无非就是要人家赞叹他，哦，或是人家来羡慕他，就是很。很柔了，哎，好，哦，那无盖，啊、哦，聚无缘，喝无欲，气无盖，无盖就是刚刚讲的贪嗔睡吊疑，啊、哦，来啊，五四条五事，啊、哦，好。五九七，好，调五事。所谓虚调五事，令调食，哎，调食令不饱不饥，调眠不节不知，调身不宽不急，调息不舒不暑，调心不沉不浮。啊、哦，这个我们常跟大家调五调，啊、哦，饮食要正当，睡眠要节制，啊、哦，但也不要太。睡太少要刚好，身体呢，哦，要恰到好处，不要太虚太弱，啊、哦，调息，哎，这个从容，啊、哦，不乱，啊、哦，调心呢，啊、哦，很稳当。好，啊，总共呢，这是个二十法啊、哦，上二十法五九七啊。哦第二段，上二十法虽备，若无乐欲息目，身心苦彻，念想方便，一心觉知者，直观无有现前，所以虚行无事。啊，虚行无法，心无法者，一欲，欲离世间一切妄想颠倒，欲得一切诸禅定智慧门，二要精进啊。哎，嘴巴讲都不做，有什么用？啊，坚持境界，气无盖，初中后业，勤行精进，三念，念世间七狂，可亲可见，禅定智慧，可重可贵，是巧慧。筹量世间，乐禅定智慧，乐得失轻重等，无一心，念慧分明，明见世间，可幻可悟。善事智慧功德，可尊可贵。持二十五法，通称一切禅慧方便。哦、其实不止天台啦，其他的也是都蛮注重啊、哦。这个二十五种啊、哦，尤其那个五条啊、哦，各个法门呢、啊、都有必要。那五九八讲持净哈，开观净为十一，啊，一因入境界，所谓因入境界，为五因十二入十八界，因盖善法，又为运，啊，运与积极生死为义，入者呢，内外摄入为义。戒呢，性分隔别为义，因在出者有二一现前，二一经。现前者为人受一起果报之身，即无蕴。无蕴从当常知现前，故曰是故出观。好、哦，所以这个境界呢是啊、哦、修行上很重要啊、哦，不要去啊、哦、做无谓的攀岩呢、啊，啊、哦、
自然就没事，啊，啊，如果一直攀岩呢，哎，就比较烦麻烦。那么第五行他说：“大品般若云，声闻人依四念处行道，无应及四念处的所观的境界，又经中凡列法门，无不以无因为首，啊，是故出观。”啊，且此就五音通种而言，若专论所观之境，必须以五音中自摄等事，但取第五四音，四音者心也。啊，所以还是回到心这边来。啊，那第二呢，烦恼境。啊，这个实境呢，哈，开观境，我们从开头哈。开观境为实，一因入境界，好，这个是第一个因，一因入境界境，好，二就是这边倒数第五行烦恼境，倒数第二行三病患境，好，五九九第三行四业相境，好，第六行魔事境，哎。再来呢，第六啊，在倒数最后一行，六禅定境，啊，六百页第三行，诸事境，倒数第六行八慢境，倒数第四行九二圣境，哎，最后一行十菩萨境，啊，其他的就是。不大理想啊，烦恼也知道嘛，不看也知道有够烦了，还在看烦恼，对不对？好，那第三呢就病了嘛，哎呦，刚刚讲中暑啦，感冒啦，哦，过敏啦，哎呦，还有一个病就懒惰嘛，哦，好，第四呢业相啊，业力魔呢，哦，你不要去招惹魔，哎，好啊，禅定呢，这个是修行上啊。哦，你不去招惹那些魔啊，就能够禅定啊。啊，第七呢，诸界境啊，一些见解，哎，非佛境界啊，都不要去攀岩了。第八慢境，哎，我打坐可以60分钟，嗯，啊，或是我吃素几十年啊，那个都跟修行没有绝对的关系的啊。九二圣境，好，二圣就是声闻缘觉这些而已。第十呢，菩萨境界，啊，至少你也修到菩萨再来说吧，啊，哎，不然就没什么好讲的，啊，将会不会，啊，至少你要讲修到佛了，啊，再来说。好，第四节，啊，十圣观法。此十通明圣者，依此十法修之，则能运出生死之苦，道于涅槃彼岸。啊，啊，这一观不思议境，等等等等。啊，602，第二段了。二发真正菩提心。啊，603。三善巧安心，哦，下一段是破法篇，就是去除我执，还要去除啥法执啊。604，四通塞，哦，哪里不通，哎，就去买通了来通一通，哎。第六道品调适，啊，605被悟住开，第八知位置。久能安人，修行真的是要安人啊。好，十离法碍啊，我们说我执还有法执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再来第二章就果位，好，果位呢，他就说。606页哈，第六章，果位此中统收一切妄惑为三类：一
见思惑，二尘沙惑，三无明惑。好啊，这个就是我们差不多白本这边写的了。见思惑者，见即分别，依根对法尘而起的分别，曰见惑。即邪分别道理所起身见边见等，思即思维又贪婪也。眼等五根对色等五尘而起贪婪，曰思惑。好，所以什么叫见惑？好啊，这边是思惑。再来呢，即导想世间事物所起贪欲嗔恚等。好，就是这样。那么尘沙惑呢？就所化众生得名，众生见思数多，如尘沙，如尘落沙啦。菩萨之行专为化他，必须通尘沙无量法门。所以法门无量啊，誓愿学啊，所以应病受药，令断见思之惑，心性暗昧，以所治病能治法门尘沙无量差别，不能一一了之，丈夫化道曰尘沙惑。就是就知道嘛，那个沙尘暴，大家要戴口罩，那你就是很多事情不清楚啊，就会就像尘沙一样，遮障你的政治政见。接着呢，就第六行，其体即劣秽，如妙乐云，不染污，无知劣秽为体，以其不能分别要病等。无明惑者，什么叫无明惑呢？见惑、尘沙、见思惑、尘沙惑，再来什么？随中啊，藏中道实相理之别惑，一切法无所明了，故为无明。无明就是明，就是智慧；无明就是没有智慧。这样了解就很快。也就是说，见惑就是邪分别道理所起的身见边见呢。思惑就是思想啊，贪嗔痴这样的思想啊。尘沙呢，就是治病啊，所治病能治法门啊。这个尘沙无差别，不能了知啊，障碍你的化道。那无明惑呢？藏中道实相的这个别惑啊，一切法无所明了，所以众生有这三惑啊。那用三观空假中啊，那用三智后面讲的一切智啊，叫做空智、空地智、道种智，是假的空假中嘛，一切智啊，然后道种智就是假地智。一切种子是东中地智，所以就是用这样去破解啊。因为他这边这个文字呢叙述还蛮长的啊。所以呢，这个用一切智啊去化导众生啊，就是声闻缘觉。再来就是菩萨用道种智。那一切种子呢，就是佛的境界。608第三行，三智者，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那么一切智，就是声闻缘觉，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啊，那一切种是佛的智慧啊，就是我们讲说他要去掉什么，去掉什么就可以这样子。那这个文字的叙述，它是有点断句，不是像前面什么什么什么断句，他这个国位的断句就没有很
很简白了，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这样提一下。610最后一行，最后两个字，为无名之祸有42品，这个是在形容他这个品位有多少啊。但是呢，这个也很难记，我们就说至此破一品无名，证一份中道，又名纷争集，集因相似官吏入同人位，初破无名，见佛性，开宝藏，显真如，此十住、十行、十非相、十地等觉位，从所显为名为纷争，从能显言名为纷争，自断圆满为究竟集，未破第42圆品无名，道穷妙绝，总自具圆，是为究竟佛。刚刚有讲这个三字，一切总自，就到佛的境界，此即果妙绝佛也。前面就知道就好，一切智嘛，就是身为圆觉的智，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一切种智就是佛的智慧，所以很讲究心呐，那也很注重这个智慧啊。第三呢，讲佛身，此中分佛身为法报应三身，就法身、报身、应身呢。若细分之，则法身有自是清净、离垢清净，这个是法身；报身呢，有自受用、他受用，那应身呢，有圣应、劣应。不问有佛无佛，法性常然之毗卢遮那是佛法身；又闻具是法身毗卢遮那如来，法名可诡。诸佛鬼之而得成佛，依法之身故名法身。就是说它是一个宗旨啊，自信清净，离垢清净。那报身呢，这个613页，树下成佛的或三圣大圣报身佛的，这是在历史上我们知道的，自受用、他受用，这是报身佛，是跟法身契合，跟毗卢遮那契佛。通常这个报身佛就叫这个卢舍那佛了，然后呢，614页。三身即聋，法身、报身、应身，三身圆聋，这边应身是在这个这一段里面就有提到，613页就有提到，后面，倒数第四行，我成佛以来甚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即久远时成佛，本地也如月，家也成道佛，垂基也如影，本基虽殊皆不思议，故垂基之世家外，无本地之世家，应身之外，无法报外。三身即一，本基不二，容即不离。他这边也提到这个，法报化三身一体的，那就是释迦牟尼佛，那报身呢就是卢舍那佛，卢舍那佛呢这个在612页，612页的开头这边报身，那他这边文句他就是。都把三身一体，三身一体啊，然后分段解释，那我们现在是统合来讲了哈，所以这边的佛身611页的前面这边是在讲法身，612这边讲报身，然后呢这个
六一三在讲啊，这个应身呐，啊，释迦牟尼佛应这个倒数第二行，六一三倒数第二，应身之外无法报二身，啊，然后呢，六一四呢就是三身即龙，啊，法报化三身即龙，啊，所以呢，这边六一四藏通别野嘛，藏教为道术草作日烈应身，通教呢为道术天衣为作圣应身，而代烈应身相之烈代烈应身。哦，这个念起来很绕口，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三身即龙就好了啊。好，然后第四章讲佛土啊，佛土呢大家也很清楚，凡圣同居土就是现在大家的，再来是方便有余土，还有十上十报庄严土啊。然后长吉王土，好，我们来比对一下，此土此中以上就四种佛力同居方便，啊，同居方便是一个，十报是一个，吉光这样子是一个，一同居土，啊，二五一六一五第一行二方便土。第五行三十报图，倒数第五行极光图。好，那我们念一下啊，同居图。好，我们回到六一四的倒数第四行，聚云凡圣同居图。好，这个佛土大家比较清楚，是我们住在哪里，凡夫与圣人杂居的国土。好，有净慧之别，叫做娑婆世界啦。好，所以你自己住的地方要知道，同居秽土是西方安雅世界，同居净土皆是凡圣共住。好，所以有人会在这里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共居。那方便有余土呢，就是615页，聚云方便有余土，二圣三贤所居，一方便道断三界的见思惑，故名方便。好，但上于与尘沙无名未尽，故有余，还剩下一些烦恼没有尽。好，所以它是方便。好，第五行十报庄严图，啊，聚云十报无障碍图，断无名正一分中道之菩萨所居，所以它是菩萨所居的。好，来倒数第五行极光图，啊，聚云长极光图。哦，所以呢，大家往生要去哪里？要去长吉光土。哦，那你说我还是喜欢同居土也没关系，无二无别，本来就具足了。这只是给众生一个方便说，说有这四土。好，哦，那我们彼此祝福，就是到长吉光净土。好，倒数第四行，前段无名离分段变异二生死，分段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的生死的状况，分段。这一期完了叫这一段，啊，下一期的生命就下一段，啊，变异就是随你愿力变来变去，那当然是不容易了。前段无名离分段变异二生死之妙诀，究竟佛果果佛所居的，是佛所居的。以上三土约四相，借修断因果之名，此土曰非因非果之理性，哎，它是理的，超乎因果的，就本体的三德立名，啊，即常所谓的法身，即法性本在常住之体，即为解脱，即法性自在应用之用，应物之用。光是般若，常即光，那个光就是智慧。那无明，明就是智慧，无明就没有光啊，哎，慧华寥寥啊。即法性明了造物之用，所以你从而看光代表智慧，即诸佛如来所由居处，而常乐我净，四德圆满，穷尽究竟之净土也。那观经书，常即光者，常即法身，即则解脱，光即般若，是三点不纵横并列，明秘密藏，
诸佛如来所游居处，啊，真常究竟即为净土，啊，所以又叫做常极光净土。第最后一段，世徒有纵横意，啊，横着讲呢，啊，若随断正之浅深，即如二圣三贤居方便土，啊，他这样讲的。二圣三贤就居在方便土，菩萨居十报土，哦，那就重的来讲呢，若依业感之妙用，即如一土中现其他土，那么此曰横的来讲，盖土体本一，是而非是，唯依业力感见不同啊，所以是业力，它其实都是可以同时展现。如妙中讲述云，世土无方处别，故非东西南北啊，分方横并，又非上界下界隔处横叠，同一土体业力所隔，哦，所以是业力，所以你看不到常极光净土啊，你业力清净，哎，佛光乍现啊，哦，所以感报不同，或见同居，或见方便，或见实报，罪而言之，土地本一。感见不同，如人天鬼修一直事件不同，哦，同样都在那个荧幕上啊，四部电影同时演出，哦，啊，这个主角不会跳到那个主角那个，但是如果你通通清楚了，哎，那你要去哪一图都是游戏人间，啊，哦，所以凡圣同居图就是凡夫跟圣人同居的图，方便有余图就是二圣人所居。十报庄严土就是菩萨所居，常极光净土啊，哦，那是佛的居住的，哦，啊，所以是业力不同，所以给大家这样分辨分，哦，啊，如果你通通，哎，成佛了，哦，那你要去哪里都随你自在，啊，哦，所以同圣凡圣同居土也是常极光净土，啊，哦，这随你的愿力啊所现。那么接下来是讲华严宗，哦，因为篇幅也蛮多的，我们就下一次呢再来介绍华严宗。他这个华严呢，啊，天台，啊，都是大宗派，哦，啊，接着剩下密宗跟净土，哦，密宗有的同学有接触，啊，没接触也就算了，哦，反正也出了，最近也出了一些状况，哦，就有个概念就好了，哎，所以刚刚讲持戒是很重要的，啊，哦，不持戒呢就出乱子，啊，哦，出祸端，哎，就会到下面去喝咖啡啊，哦。好，没问题啊，没问题就来下课，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南无毗卢遮那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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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